一做水管，我就是怀念我较早细汉代志吼。啊，我怀念到阮老爸老母、寡亲戚朋友啊，大家拢住做伙。阮囡仔足多佚佗，啊，食饭足多人去食饭，哇，足新鲜个。退休了后无做工课，啊，咱无做工课，就会想看有做看有一个啥物迄休闲个活动啊。这串青叶，啊，这个只，这只十四号，这个就是四川的祖厝。啊，开始我就想讲，啊，就用用就做种古早厝袂歹啊，啊，做足有兴趣啊，足新奇个啊，然后做做讲，啊，这厝是啥物用？较早细汉时间就对搭佚佗，安尼。不然一收起来，一做起来呢。再来，我来往捡的，叫做无一个家具哦，啊，废弃物啊，我来捡上来呢。啊，旧的差是讲啊，啊，都像较早旧厝安尼，靠着古迹的型嘛，我也是想安尼啦。有一款哦，较特殊的厝哦。我做做啊，就爱我走去看咧，因厝啊拄的嘛吼，拄的我就搁走去看，看啥物型。不过做是袂当做，做完全拢是晒掉啦，做好也是无多啦。啊，有一个形状可以安尼，就是袂歹安尼就。做个哎，好势好势也袂歹啊！啊，着去做第二间啊！按隔壁阮职工，阮阿伯伊嘛有厝啊！啊，着去做啊，着去做起来啊！你做了吼，爱有耐心啦。按阮算实际，实际当然嘛着去做。啊，做了就袂爱困啊，爱一做一直好。啊，若无吼，也无当苦啦。啊，这么坐啊，也不算啥，安尼加做，哇，明天骨时间就到啊，足紧的。啊，明时人要滚，我拢会去算啊，算讲啥物人已经过往去啊，吼，安个算，我拢会算会出来呢。是毋是我较会思念较早的人就对了？我想啊，最近厝是阿伯，最近厝阿公，伯公是怎？啊，这吼实在是需要人做对啦。啊，就我教伊，我来做尔。啊，你讲了后，这物件是要好收好种，我唔知影。大部分做因厝拢已经拆掉啊啦。啊，那因遐孙啦、遐囡仔厝啊，转来啊，找无因厝啊，啊，就在遐看看啊啊啊！我那讲的厝就是四种型的，就是爱看看这型，安尼啊，会当互人回想就对了。